Більше я не дамся смутку в полон і не наздожене. 现在在北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，现在是晚上11点多，2011年11月3号，不是11月2号，一会儿就三号了。我是明天早上6点的飞机去Novosibirsk。Новосибирск главный. 新西伯利亚，我又来了。上一次来新西伯利亚还是2003年冬天，看这个 Novosibirsk Oblast 里边就进去过。2003年的冬天，一晃又8年前了。8年前我陈彤就来过这里，牛逼吧？不落下去列宁呢？Остановка от вокзала. В 80-х годах я был здесь, в этом театре. Смотрел оперу. Сейчас я нахожусь Октябрь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, 我早上刚走过来，看看周围。
新西伯利亚火车站，火车大厅。侬还在列等吗？列等吗？自贸易单位，很难看。你现在在没有大眼睛吗？包子呢？在没有大眼睛。11月19号，不到两天要坐火车，我现在来到了茨塔。茨塔上一次来是03年，好像是，一晃八九年过去了。这茨塔的列宁广场呢，上次来这好像冬天正冰雕了。去大报个字啊，-9°，11:11，摩托车时间。和战车有点像。